在今天跟你们介绍这两螺蛳，这个是米诺，大概是米诺300哦，属于中型的螺蛳，中型的螺蛳里面改装成这个住宿，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camper car， 就是这个露营车，露营车，走吧。然后开这个所谓的电源。